果兰真的连那个什么，连连城的都邀哎、欸，那两边都，阿奥跟连城呢，这合得起啊？两边没有见过的，然后要直接就，啊，该说好还是不好？你说阿英。你说会拍这个到底好不好？总有第一次这样子，都不好、啊。是这样，真的，大家都是围绕着 IS 中心转的。哇哦！我很希望阿欧跟那个连城分开呢。嗯。身为核心人物，哎、嗯欸，阿欧怎么在这里？啊，你没有坐床是不是？我忘记耶。没关系，有缆车可以回来。不是，这一直是叫我去的。对，搭火车回来了。这个火车还要自己用手按的，超远的。手动火车。又没有那种可以让那个。自动驾驶有没有？咦、欸，好像有了，有啊，动力铁轨什么的，我还没读。动力铁轨之类的，再查一下。一不小心还会脱轨啊！七十九零。我的猪猪，现在多少钱啊？34斤，差一点，我快可以买迷你沙了。什么？被门夹杀？哈，我说我快可以买那只鲨鱼枪了，那只机关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我超想玩那一把的，可是要35斤就是。嗯，差一点，快存到了。可以借你啊，不过要放高利贷。我现在是，现在是都是拿雪球炮跟星星剑。嗯。哒哒哒哒哒。下来。刹车声。超大声的，超大声。啊！就赶快。把房间的床摆下来，然后先睡一觉就。上面是你的哈？嗯，对。那我看我只能睡在外面了，你知道吗？下面，哎、欸，对，你原本房间是要盖哪里？我原本是盖在楼下的，后来想，算了，不要再留下好了，我要盖在上面去了。OK。什么样子？我要盖到船长室去。船长室去。我作战指挥部，人家钢弹跑过来就直接打剑桥。哇，嘣！算了，先睡客厅好了。先睡个客厅。只能睡客厅。那、啊、我们的绿妖精去哪啦？绿妖精，妖精呢？欸、妖精不见了、欸、妖精怎么跑到哪里去了？他跑到空岛去睡了。哎、欸、太远了吧、我应该有事、跑到空岛去睡了，不可能啊，我明明有设置床给他，设置桌子给他，他是有什么不满是不是？他嫌我做的太差，是不是？可恶！可以把他叫回来吗？可以啊，可是要先多一间房间，多了一间房间。可是这区少一间房间啊，这边已经客满了。可是这边有啊，你看。嗯，可是要堵起来。还有墙也要给它堵好。那我去铺墙好了。
木头墙。还有这种事情的、喔，对，还有这种事情。旁边墙跟背面的墙都要堵好。哇，我的矿工价不够，我要去挖了。嗯，哪个不够？黄铜墙啊。黄铜墙啊。就是黄铜架啊。哦，黄铜架。要跑去那个魔王城挖了。对呀、啊，等我这边弄好。哇，怎么弄这一个？烟是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我觉得今天真的还是很热，因为下雨很闷。嗯，可能早上快中暑了呢。多喝水。开两台电风扇。不行啊，我很想开那个冷气呢。可是我那个工读生今天不在哦，不能开。哦、大家都在的时候才能开。对啊，大家都开，大家都昏倒了呀。嗯嗯。苏鲁之眼，怎么叫回来？往雕像把我们叫回来。是哪个？是哪一个？试试看。用泡面引诱他。当苏家小妹妹，你也泡面软。张君雅小妹妹。亚曼华丽上岸都起来，他硬定来，不是。哦，好久没有看到广告，很逗趣呢。嗯，听说那个配音的去世了呢。啊，去世了？配音去世了，好像不知道是喉癌什么去世了。今年真的好多名人都去世了。你要干嘛？我把那个妖精叫回来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雕像可以把女 NPC 叫过来。这三小。哦，叫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回来了。想说你到人家干嘛？电线，还有另外一个。嗯，妖精姐姐，你回来啦！嗯，回来了，妖精姐姐。不
不喜欢我的房间，要早说啊！这其实是要去摆去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我一摆到户外去呢，你看看什么叫恶魔城呢？恶魔城大航海记呢？什么问题？小动物怎么了？兔子跟松鼠越来越多。那个豪哥挖的真好，就是要这样挖，挖好挖满。干什么？我招惹你了吗？为什么兔子姐在生气啊？哪个 NPC 在惹他？说那个谁谁谁尝试，然后他就生气了。在敢欺负我们的兔子姐姐，不可饶恕！然后船长，看你怎么定的我，把他绑起来啊！我记得那个混乱不是要用那个什么绑起来啊，对不对？要把它绑在床尾上，它就不会发疯了。报告船长，他听到人鱼的歌声就发疯了。反正就是那个唱人鱼的歌也蛮奇怪的哟。
可能整个都不好了。上龙哥就会恢复平静的吗？不可能好啊！要开宴会之类的，副官开始敲锣打鼓，办酒会。哇！我说我啊，啊，副官工作就是这个、啊，卖笑话副官的、啊，都觉得我家的尼亚真是太可怜了哟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做那个服装的那个叫谁啊？法兰星哦。法兰星啊。明明就是小萝莉还要卖笑有沒有，辛苦他。他超棒的，还可以防火，然后还会打扫，然后还会办酒会，呵呵超万能。是的、啊，他是很万能的、啊。我的服装也要靠他，你看。服装制作加成，加一。干什么？南瓜子。花墙，草墙哦，这墙壁还可以用花墙啊？怎么用花草？就它搞得像花丛背景这样。你是要打算让它做成像那个、喔、植物园的感觉，把它做成森林，把它房间做成森林啊、喔！为了它增建一间森林房啊、喔！养殖植物园，各种花草。哎、欸，你不是要做成植物园吗？给下面一个妖精住吗？做好做满这样子。妖精就觉得我们两个怪怪人了。药水，就给你。哦，吸。我们有那个镜子之后，回忆药水好像根本就不需要了。对嘛，垃圾的东西丢垃圾、哦，全部丢，全部卖掉。买多少呢？不需要。四银。不需要这个垃圾了。自从有了镜子，回忆药水都直接倒马桶。马桶哦，请问马桶要怎么做？就突然间马桶瞬移到他的家去。马桶的家。噔噔噔。那说明这最大间就是我房间。哦，船长室。没有啊，就跟你一样啊。你不是说你的房间不就在对面啊？也是。顺便再帮你扩建一个马桶啊，浴室房好不好？嗯，不错哦。可以洗澡用的。你看我们房客是最可怜的话，嗯，永远的房间就是这么小，固定房型这样子，还没有床，只能趴在桌子上睡。就帮建一个好不好？
不要说我们都是诺德欺负人。而有一个公共浴室这样子啊。嗯，不错，公共澡堂，大家都可以来洗。饮料商。衣服染色的染料吗？好啊，有银色跟铜的，你要哪一种？嗯，银色跟红色的、哦。银色跟铜，铜的颜色是很多。那给我银色。OK。给我银色。感谢感谢。银色衣服。是我算错了、啊，哎、欸，好像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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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通常住屋顶的应该都会很热啊，你都没有想过是住屋顶，晚上比较凉啊，早上比较热的样子。你也知道了，你又知道了。全部都是木墙吗？还是？对，全部都木墙啊。那我来铺墙。还是叶影想要换一个不一样的？没有，我只是说，你如果是确定是木墙，我就可以来铺。啊，阿拉伯方讲。这船尾炮，对，之后还会有大炮可以放。什么？有炮？嗯，怎么少讲？然后要打第打完一次海盗就可以买。所以我们的，请问我们的船尾炮是要放哪？啊，先跟我讲船尾炮哪里可以放啊？可以吧？哈。啊、这里哦，可能就放这里了。朝这里，欸，不去你还应该可以朝下。
放宠物应该就 OK 了。不过其实我们应该都是白刃战了，还发炮有点太慢了。这不用炮还是可以多少倒一下，对不对？可以，一个发炮护援，一个白刃战。白兵总比没有好嘛，对不对？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白兵啊。还是燕云觉得白兵比较重要。我以前这边的怪都直接登舰了，冲上来，海盗直接，之前海盗直接冲基地，超恐怖。直接冲上来啊、哦！他会从这边也跳上来啊、哦？不是，他可能会从里面伸出来。可是我们这个浮在半空，应该不至于。之前是那个地图是因为盖在地底下。所以他们就容易冲出。哇嘿！天半，还有我们的血都没有说很多 ，BOSS 不会来找茬。谁会来找他？这是眼睛 boss 啊！我们血不够多的话，他不会主动来。还来？我们主动就把他叫出来打，出来打。克苏鲁之眼，出来打球，你当球。我还是给我们当那个的吧。当补品的，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要200啊？让他常常来闹一下我们，也是可以，反正我们也不怕他了。是啊，好吧，那就是啊，你去吃2颗。这个柱子怎么怪怪的？哎，我的爱心呢？哎，上面这里也是要，这边也是要堵住吗？对，等一下我再做。爱心，你在哪？你爱心把我放在哪里啊？嗯，我有只拿给你了吧？两颗感恩。好、啊。嗯。白血了。哎，这边怪怪的哦。唯一的路子就用绳子可以上去了。嗯，谁啊？有人在开门。不知道用兔子会不会跳啊？哎，卡住了！太大只，跟定春一样大只。就短。附近金松鼠，真假？
看不到啊。帮你拿火把。好了啦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请这个。人家船尾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盖。嗯。可以。你说船尾怕要放这边哦？就放这边吧。这样够吗？我不信塞塞不进去。之后才知道啊。之后再盖。嗯，就留反正就是有对，可能可以塞一个东西在船尾。还要木墙吗？为什么这里不能盖啊？你上面有铁轨，你要先把铁轨敲掉就可以了。那不用了、啊。哦！我靠，够没？差点就那个，差点就被打到。再掉一个下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还是会漏雨进去。哎，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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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门！关门！哦，这流星很可怕哎、欸！这个音。这个船长是中间这把音，中间要木头吗？还是再把它盖过来？你还要涵盖厕所呢？讲过吗？不够。嗯。还是要把这个拆掉。应该差不多了吧、啊嗯、大概是两间房吧。嗯。一间两间。差不多啦。请问你的厕所是要做露天的吗？露天的。露天厕所。哎、欸，哥布林，哎、欸，原来哥布林不用到后期才就会过来了。哪有这种事情的？早上就来了。四点了，哇，我要下去一下。准备好弹药。关门啊！他们应该，哎、欸，哥布林有法师会瞬移到上面去，所以步兵不用怕、啊。可是法师会在上面，步兵不用怕、啊。嗯，步兵冲不上来，他们不会用绳索。哇，这我都知道，你又知道了。那么早上就来了？对。
好的，好的，赚钱时间。哎、欸，来了，小妹来了，不是早上啊？已经早上。那很痛哎、欸。谁呀、啊？一直在我家是不是？东西不要了。哎、欸，好痛！这一仗打完，我就可以玩迷你杀了，很无力不来。很痛哎、欸。那你在 NPC 附近，他们会帮你打？真的哦。嗯 ，NPC 他们也有火力的，可以跟 NPC 一起合作。那我觉得弓箭手超麻烦的。陨石术，法师说要死了，要死了，喝一下。来呀、啊！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溜溜球吗？哎，为什么超速悠悠厉害？谁呀、啊？在那边上面打，我的杰作、啊。还有他们不像那个 Minecraft Creeper 会炸房子，那是伤心。伤心。没了吗？嗯。还一半而已、哦。怎么看？怎么看一半啊？右下角不是有进度条？哦，百分百的结束。应该怪都跑去你那边了吧？就左边，左边很多。开门呐、啊！哦，蠢蠢的。我看见英国长弓兵阵，一整排一整排的射过来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哦，厉害！这个悠悠球精神，啊，好了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你在我们的船上，哦，多，哦，服装，我们的服装商会魔黑魔法。哇，捡到钱了，好爽！满满的金币。哇、那个摆锤，好帅！是怎样啊？一直打我是吗？啊！鱼叉枪。哦，掉过去。等一下给你。干什么？你以为你们是什么工兵阵是不是？真的是英国工兵阵。哦，真的是一整排一整排。哎呀，痛痛痛！救命！救命！哎！哦！然后手榴弹可以用。
哎、欸，牛血牛血，我们笑死他！甚至找不到了，快你要挂了是不是？哦，哥布林军队被打败。耶、yeah ！给我回家吧。上面还有一只哎、欸。哥布林残党还有吗？结束了 ，B 军恢复正常了。突突，我看一下，我捡到什么东西？鱼叉枪哎、欸，你要吗？鱼叉枪哦，我不要。你不要再给我试看。这后影，还有嘞。应该没有的、欸、我没有捡到什么枪哎、欸。我好像也没有捡到什么特殊武器。烂东西，烂，我就是来那个来闹我的。嗯，我旁边那一台是什么、啊？嗯，那一台？什么提炼机哦？那可以干嘛？啊，好像可以做泥土什么的吧？哦、啊，我捡钱够了没？哎，可以了，我可以。我可以买迷你沙了，梅杜莎啊，迷你沙，机关枪系列，我们怎么也被拆了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觉得我们好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开？中了门之后不能开。嗯，中了门之后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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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白漆吗？白漆，白墙壁。嗯、欸，我不知道雪可不可以做，我看一下。有云的墙，云的墙是可以的，有空可能跟那个我买的，想看你们怎么出来。油漆工有卖白漆啊，应该可以。哎呦，涂成白墙。出来呀、啊！有什么出来呀、啊？有没有觉得有一种被耍的感觉？
那个 NPC 可以上来吗？嗯，就是宇宙那一个啊。宇宙，就是，哎呀，卖电路的那个可以上来吗？没有坐楼梯，他上得来啊？没坐楼梯哦，没坐楼梯，这个他不行啊。那就是人在这一层楼。你要把楼梯拆掉也可以啊，反正另外一边可以走。原本坐这个楼梯是为了我方便啊，就为了你方便。啊，可以直接从这边上来。没有，我这边也要坐啊。对啊，那就看你安排啊。既然，那就让他们两楼的 NPC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呢。哎呦。你觉得这个木板餐，木板餐好危险哦！万一炮台根本就是一下就倒了，一下就倒了。你讲丢不丢？真的。什么味道？我再理一下啊。好姐。坚固头盔，
沙漠化石放进提炼机，即获得死亡死者命的图案。蛇蜥怪。回来了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啊，我闻到奇怪的味道。臭味，你像是塑胶烧掉的味道，然后去看没有。那个蜂蜜水，那个是要怎么办啊？蜂蜜水，你要拆掉吗？对， okay. 我要往前一点点那样子。Okay. 等我一下，我做统计。做个统计，把他们捞起来。还好我有问，不然的话好像等一下就会出现悲剧了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都捞起来了。嗯。蓝色跟红色的嘞。我也捞起来了。你捞起来，你屁！真的，蓝色跟红色还在啊。嗯。哦，你说。蓝色跟红色的。蓝色红色，我是捞起来了。嗯，那我这里看蓝色还一个哎。耶。应该不会烫到了。烫到就挨一下，你知道？叫你来负责，你知道？
哎、欸，有收到了！啊，还真收到。你那是什么、啊？喷水池是不是、啊？哪里？有岩浆哦。你这现在还有吗？那还有啊。你身体不会痛哦？我没有扣血。你会扣血吗？你看，我的一击。你一击我给你。奇怪，我这一集看已经没有，结果你还会被烫死。现在还有吗？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你要放弃了是不是？我给你桶子，你把它捞起来。你如果还看得到的话。拿桶子去捞，然后捞成一桶之后丢给我。不行啊！嗯？再丢给我。按左键。按左键。没有啊，不能捞啊。捞不起来。楼下淹水了，等一下会淹一淹，然后那个 NPC 就死了，你们。靠背、欸。我的司机的衣。对。这意思是，嗯，现在还有吗？那还有啊，是悬浮在空中啊！哎、欸，他们继续咬死了。NPC 被烫死了。剪刀，剪刀啊！时尚剪刀啊！我杀！我杀！你看我防自己，赢哦！怎么办？全死啊！看看。怎么办？啊，没有怎么办啊？他们会再复活。啊，好奇怪，我看不到，但是你却看得到，这是什么灵异现象啊？这才知道了哈。你要为那个几个 NPC 的死负责，你要。下面还有。然后下面那边还有岩浆区。有，我看到，我去处理。你的 NPC， 刚刚 NPC 不是掉了一把剪刀吗？嗯，有在我身上。你有用看啊。
哎呦，吓死人了！是太小，所以。哇，后面在乱找啊！咦，还有一张椅子是在你那边。嗯，椅子？没有啊，说不定烧掉了。去捞，捞水去了，直接把它浇死。NPC 表示无奈，你一直在睡觉就被人家弄醒了，直接被弄死。时尚剪刀，近战武器。你没有回回看吗？有用吗？攻击力14。哦，好烂啊！看起来很冰体啊。纪念用。他刚有人死，他们就开派对。他故意的啦。该不会是他们有这么故人怨吗？哎、欸，我的衣襟是不是在你那边啊？是不是被烧掉了、啊？没有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衣襟没有了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感谢感谢，感谢夜莺大大的赞助。那我又有钱了。你要买东西这样。看看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有时候该家具也是要钱的、啊。嗯。我突然复活蛮快的。他们是为了开派对，然后才复活这么快的啊！原来如此。我也要派对。不要把我们杀了之后就开派对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！谢谢，谢谢你对我撒嘴。撒彩花，我会。是我刚刚不小心杀了你了，我要把你困住了。都不会为了开派对复活超快的。对呀、啊。不然通常不会复活这么快的。嗯，看看他们卖什么。任务。派对那个小孩有任务哦。嗯。买了彩虹。
对鸟鸟栏杆。哇，挖矿头灯，都记我忘记要买了。你好一阵子没有下去挖了。对啊，差不多该家具人了，该是你顾家的时候。嗯。水蜡烛？怎么会有水蜡烛？捡到的。你点那个这附近生怪的生很快。什么、啊？这个？对。这是拿来刷怪的时候用，刻意生怪用。那给，给你，给你负责，差点我就摆上去了。咋的？水蜡烛被你吸掉了你。要在我这边，送你，我不要。请的，请妥善照顾。危险物品。耶、yeah, ！有人对我喝彩，感谢您。中间这一根要突很前面啊！嗯，我知道的。船尾要放，哎、欸，我不是有放船首像吗？船首像，等一下啊！祈祷航行平安。那船首嘛，船首就那种那个冲撞的那个杆子啊。哦，那个。直接插到对方舰队的船身里，嘣！用个乌木的样。哦，不错。好像不对，颜色不对，红木啊。飞不上去。比较 OK 呀、啊。干嘛？那个小屁孩！我有说你可以靠近啊。看来他很喜欢跟着你。感恩。这小屁孩很危险呢，万一我这样子打下去，万一我给他敲下去，他不就掉下去了吗？这就上不来了吧？这可以再把它叫上来啊！用胶囊 NPC。
诶、欸，我有忘记，船尾炮是放哪？放前面吗？船尾炮，就是船首像啊。就放在最前面啊。也不是通常是吊在那个船身前吗？对啊。通常是放在这种地方啊。对啊，我没有地毯，你帮我盖一个啊。地毯？什么地毯？我没有你那个飞毯，飞不上去。哦，那飞毯就先给你了。那叫什么？你要盖什么？盖绳子吧。绳子。不然大家都上不去呢。好、啊，感谢。嗯，怎么啦？累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在看我的羽球迷你杀。就结束了，不可能。派对时间结束了。妙不可言。嗯，
什么船手上都没有两个以上？两个以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以前可以很奇怪哈、哦。对啊，通常都是只能挂一个。你的嗯，你的蜂蜜要丢这里啊？我也是可以改地方啊。你改地方啊？我说我可以改地方啊，我看要放哪里吧。放在这 NPC 太多地方，有点太危险了。你也知道那个惨状啊？改个地底研究室之类的。因为讲的，因为麦克麦克来啊，这样子。你麦克来啊！你怎么要把这么危险的东西建在我们旁边？工具区这里可以放吗？可以啊。你要放那个啊？嗯。哦，可以啊，那个不错啊，放那边不错。嗯。制造药水的时候可以顺便弄。制造药水啊，要拿岩浆哦。好像有点厉害呀、啊。这岩浆可以做什么？嗯，上不去。嗯 ，Hello， 那找个时间去打那只钻地虫 BOSS。觉得时间已到，是不是？我们两只都打过，我觉得那只反而是最简单的。
来召唤那只 boss 的东西。对哦，还要帮他们做厕所。坐马桶，哎，浴室坐不下去了。腐肉跟磨粉，磨粉啊，没了。看我直接把 boss 召唤过来这边打好了，就不用好、啊、不用特别跑过去。楼梯下就是马桶。噔噔噔噔噔！啊，再把它弄转！有像有像。在基地打 boss， 可以打得起来吗？应该可以，我们应该不会怕。我觉得这只 boss 应该也没有限定要晚上才能打。你一群人在那边卡住，换东西做好了。
都要变豪华客轮了。好像是，好像不是帆船的，你看。那个观光用的游轮变成那个什么？利诶、欸、什么？宝马还是什么？欸、不是，那什么？记得之前的停在台北的游轮叫什么名字？公主游轮哦，好像是吧？很高级的那个，刷卡都是复线的那种，都是用刷卡刷，是不是那个啊？有可能、啊。高，上流社会的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上流社会的贵人美这样子？然后拼一个就是乐透，哎、欸，嗯，要打怪啊？要打 boss 吗？他你不是说要打 boss？ OK 啊，那要打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还没，我去放一下东西。钱存一存，然后补水拿一下。我觉得这动作没有很快。啊。嗯。他要在腐化之地才能用啊，所以要跑一段路，离开腐化之地就不能用了。是哦，就稍微过去一点。那我存一下东西。其实多到腐化之地，我可以直接用敲的，不用召唤。腐化之地怎么了？啊？什么？刚刚说什么？如果已经到腐化之地后，我可以直接用敲暗影球的召唤它，也不用特地用召唤物去召唤它。哦。可是如果用敲的话，我们就得在地底跟它打，就是。你要在地底跟它打，还是在？空旷一点的地方跟他打，空旷一点不是比较好打吗？嗯，那我用召唤，用敲的就一定在那凹凸不平的地点。那圣杯可以干嘛？圣杯三？啊，圣餐杯那个是装饰用的而已。哦，真的呀。那个啊，金色的杯子好漂亮，我就买了。不好了。OK。出发前，我到这边。你这个是不是都做的太烂了？我忘了是从那边做啊。对，就这样。飙车哦！你们这里附近还有木头吗？下面蛮多的。下面没了。我说下面蛮多的。快应该到了吧？快到了，可以准备跳喽。快、okay, ，这里跳。嗯。真是危险呢、欸。我堵住，堵住。来了，来了，超大条的来了，来了。
爽不了。小心。哦，这个用溜溜球可能很好打哦，溜溜球连续伤害。但是很危险啊。啊，越来越快了。好痛好痛！我越变越小条。对，挺好打的。这样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。还没，只是这三只可以打魔矿。要进入下个阶段，要去岩浆区那个 BOSS 打掉才行。好难打，拿刀子，拿刀子，拿打。拿下来呀、啊！哇，好痛！还叫不叫来？越变越小，他冲力不足。冲力不足怎么办？啊、不要为难他，他冲不上去，我们就离他近一点好了。赶紧上来啊！太过分了！虐死了！30颗魔矿，直接在土里被干掉。是啊，我们的矿应该要多挖那个，要提升一下。哎，你在挖什么东西？我看有没有东西卡在土里。没有。我这区的木头都挖回去了。这区的土已经没救了。乌木哎，黑色的土。这乌木拿去做会不会感染旁边的东西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我自己敲出来乌木，不知道拿掉会不会做出来就变成就是紫黑紫黑的、啊。嗯，挺好看啊！我们房间打算做一门风这样子。应该没东西了吧、嗯？还想要再打一只？还想要打一只吗？好啊。那我下去叫王了。他说你要下来打吗？还是在上面打？你要在上面啊？啊，我上不去了。对，我可能上不去了。是我上不去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没关系，还是在下面打。做个神针给我。我已经在下面，等一下，我做神针。我的兔子也跳不上去啊！
交往。嗯，你的呢？我在下面。在下，在下面。等一下，被卡住。上不去。会被他玩死。你现在还上位吗？对啊。不要不要，找机会了。哦，终于脱身了，差点就被他杀了。哦，好险！要大只的都没有这范围嘞。钓鱼应该将没有了。钓鱼中。多鱼。哦，亮晶晶。那好大吗？妖刀村镇。超过分的啦。太过分了。没有人权啊。给点尊重啊。Boss 表示尊重。死掉。尊重。没人权。满满的虫虫尸体，对啊，还行，好，可以回去了。回家。哪里啊？不会又跑回去吧？你没有镜子吗？哎呦，对对对，我纯粹只想晒肚子而已。晒肚子冲啊！哦，兔子跑比魔铲还要快。对啊，哎呦，我先回去。兔子，兔，还差一个熊大。有吗？有熊熊吗？好像没有熊熊。哎，上去。春天，买一下那个矿工帽。快把你的矿工帽交出来。哇，我美丽的我美丽的头就这样子不见了。不习惯啊，怎么办呢？欸，所以你之前都是没有戴头盔的。对啊。哦，你以为那个是什么头盔吗？不错了。不是。
啊，一点能力。哦，我那个星星怎么那么可怕？说掉就掉。就哦，你不是也要9:00上班啊？上课吗？没错，我挖个化石溜回去。挖个什么化石？我说我敲，已经敲了三个暗影球，结果都没有陨石掉下来。陨石去哪里了？我们换我放仓库了哦。嗯。有可能哦。你家那只兔，楼上那只兔子的耳朵还会动哎、欸，对，它会在里面跑来跑去，很可爱啊。金线工怎么不见了？嗯，金线工，金线工啊，接电的那个工不见了。诶、欸，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事、啊他一个在，两个 NPC 在海边，地下三个 NPC 在海边。为什么三个 NPC 都在地下？地下有东西。在海边。都在海边。嗯。请问那个什么金矿欲望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刚在开化石。那我放仓库了、啊。嗯。就把他们叫回来。机械工、武装商。嗯，没有椅子。又掉了一只下来，爆破回来了，谁回来了？那个爆破功能还蛮好。设定回来，下次登录应该就回来了。那你就准备休息吧。我先关了。嗯。哦。怎么早上这么早就起来啊？四点就起来，那么拉拉手。嗯，长跑。我退。哎，累了累了。三只波兽打完了。耶、yeah, ，可以进下个阶段了。接下来就是铺岩浆，要我去铺就好，还是我们一起去铺？我们一起去铺啊。了解。好啊。明天再说。嗯。